真是可笑。我竟然被未来的自己把自己从自己家赶出来。如果需要明天交换有你的世界，就算让我放弃一切记忆的画面，打你说回去了。清晰真切，没事儿，有你在我就不委屈。你别担心，我已经找到证据了，能够证明你的清白。真的吗？你找到什么证据了？前天晚上我是从别墅侧面翻进去的，邻居家的监控正好录下来了。虽然这个视频录像很模糊，但是也能看清是我，而且还我手里提着的饭盒。这跟吴安文视频中拍到的饭盒是同一个。现在证据链非常完整了，足以证明照片中的人是我，不是江胜豪。太好了。不过，那个房子的业主这几天恰好不在家，三天之后才能拿到视频录像，所以这三天还是要让你委屈一下，去承受那些脏水和网络暴力。没事儿，我又不是第一次受网络暴力了，都习惯了。而且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别的什么都不重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陈嘉兰和何正玉的 Vlog， 我们现在在四个月前的你家。你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是我家，但是我对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的了解。我带大家参观一下，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夜景。哎，还有个摩天轮呢。嗯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像是真话绕着轻松，怎么是出瞄准这个红点啊。没关系，再来一个。你是光闪亮的温暖，我眼眸。这只手放松，右脚，重心在右脚，然后找到那个点，放松，就把手放出去。一、二、三，走。再来一个，看看。然后找到，两只眼睛都睁开。两只眼睛都睁开，我怎么瞄啊？一、二、三。Thank you.